砖。快到了吗？还没，一半。一半了吗？And hold on tight. This isn't how love's supposed to be. No, to me you mean everything, but I can't see. You don't feel the same. Hi, 早安。今天4月18号。OK， 今天天气已经变得凉凉的，又变天了。还记得前几天演出的时候还是爆热的，听说呢会一路凉到礼拜六。OK， 所以还有4-5天，还蛮好的，因为我不喜欢太热，凉一点还不错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？我们今天要准备要去 Costco， 就是新庄新开的那一家，看一下那家好不好逛。现在先坐捷运去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再坐计程车，因为回来的时候一定载不下，不是，应该是拿不了，无法坐捷运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去的时候先坐捷运。那因为新庄店呢，它是在辅仁大学站，跟我们家的线不太一样，我们还要往返回去坐，坐回去大桥头，然后再换新庄线才到得了。那我们顺便试试看，看一下这样子坐捷运去 Costco 方不方便。才呢，我大概查了一下，就是从辅仁大学下车啊之后，大概还要走个10分钟左右，就很像我们从我们家走到捷运站的感觉，所以我们要走2趟路，这边走到捷运站，然后再待会再下捷运之后呢，再走到 Costco， 顺便衡量一下，看看会不会很远。试试看，这样以后就知道可不可以坐捷运过去。Loving me is no crime that you can't see, but we could be everything. You say it's a lie, you can't love me, just let me.OK， 我们现在刚出捷运站，有点下雨嘞，地板都是湿的。不过现在还好，好险现在没什么雨，赶快走过去，还要10分钟左右。When all the secrets that you're hiding all come out and haunt you now, I would have stayed there forever, cause your touch puts an end to never. Don't pretendThat you forget loving me. 到了，就在对面，后面那边，感觉看起来蛮大间的，还不错的样子，而且也刚好在滴雨了，好险我们已经走到了，至少走这段的时候我们蛮幸运的，都没有下雨。其实我们刚刚坐过来啊，已经花了大概快1个半小时了，因为我们12点就出发了，现在已经快1点半了，所以。下次应该不会坐捷运来，太久了。其实这边离我们家没有这么远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们因为为了等捷运，然后又坐回头，又再坐过来，然后加上走路，大概就走了20分钟，真的蛮远。1、2、3、4、5，有5、6层楼哎，这是我看过大概是台湾最高的 Costco 吧？还是有，因为我只去过北部的，南部、中部的都没去过。但这真的蛮高的，可能是因为它地比较窄一点，没有那么宽，所以它把它往上盖了。因为 Costco 里面一样不能露营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待会见。那我们今天要买什么呢？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买小朋友的东西。我出来再给你们看一下，有哪些东西是小朋友的东西在 Costco 必买的。OK， 待会见啦，拜拜。时光匆匆，岁月如梭。
我们已经到家了，我们大概逛了4个多小时吧，现在已经5:10了。新庄的 Costco 呢，它逛起来其实蛮像内湖店的，蛮多优点的。因为呢，我们去的时候其实人超级少的，那我们一去呢，就一样先去美食部吃东西。那去那边的时候几乎不用排队，而且位置也不用等，我觉得这点超棒的。但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没生意，它就之后就不见之类，应该不会吧 ？Costco 这么大的公司。OK， 那看一下我们买了什么东西。我们大部分都是买小朋友小 baby 的东西，因为这次去 Costco 的目的呢，主要也就是为了买小 baby 的东西才去的。那去之前呢，也有上网去做一下功课，什么是 Costco 必须买的东西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买了什么。买了这个湿纸巾，然后还有最小的纸尿布，就是尿布这样。OK， 然后还有呢，这个专门 for 小朋友用的洗衣精，什么无毒无害之类的，然后还有这个看很久的这个游戏地垫，那到时候呢，以后可能就铺在这边吧，然后它就可以这边啪啪啪啪啪，哈，这空间就是不错，那到时候再把它整理一下，因为毕竟这边是门口，可能看怎么规划一下吧，把那边再推过去一点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，这也是看人家有介绍的。小朋友的洗头发跟洗身体的二合一的，那就是比较无毒无害。然后这也是一个大牌子，诚实牌。还有什么？这个纱布巾，这必备的。那这个呢？我看到查出来的资料，正反两极还蛮极端的，因为有的说它的棉絮会掉很多，然后有的说就是还蛮好用的。但我有查到说，可能综合起来，你可能多洗几次啊，它那个棉絮的状况会好很多。那因为这个实在是太便宜的，所以非买不可。4个才700多块，所以超级划算。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些牌子，一个就要700多块，你知道差4倍了。所以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好用能用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那衣服有点小失望，只买到了两组，这两组这样。因为原本想说，人家说 Costco 很多小朋友的衣服可以买，缺点是很容易撞衫，但是好处是蛮便宜的，其实也没有特别挑，因为选择真的不多，好不好？好险，就是有的都是蛮喜欢的，像这件啊，就是很简单的包屁衣这样，蓝色、灰色跟裤子，这个裤子长裤还不错，小帅哥穿的。他买的都是6个月，所以一定要6个月以上才有办法买到小朋友的衣服，他没有卖6个月以下，任何商品都没有，我们确定过了，可能那家店没有吧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那还有这个一样，纱布巾。可以拿来擦奶啊，还是什么有的没的，一样非常的便宜，六入才300多块，一个才50几块，跟其他牌子一样差超级多。好处就是好用便宜 ，OK 赞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买的东西啦。你们去 Costco 也会买什么 for 小朋友的东西吗？如果有其他我们没有买的，可以留言在下面跟我说，推荐我一下，这样我可以做个参考比对。越来越多战利品在这里 ，nice。